我是小堂琴一会的记者朱嘉欣，现在有一队的团体已经比赛完了，你们现在心情如何啊？心情如何啊，小朋友？刚才比赛紧不紧张啊？不紧张。而现在呢？不紧张。不紧张。开不开心啊，你们？开心。开心。来吧，开心。我是啊。你们有没有信心拿奖啊？有。你们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啊？好好。好好啊，你呢？你有没有不满意啊？满意。满意啊？咁你呢？今日咧表现其实都几好噶啦，头先上台又唔系太紧张，系咪啊？咁尽咗力啦，我哋一阵间睇结果啦，好唔好？佢哋都尽咗力噶啦，系咪啊？咁希望你哋攞到好成绩啦。啊，多谢晒。